说美少女就只能玩可爱的游戏，其实美少女她也是有热血战斗魂的。像日本超人气的武装神机呢，它就是把美少女改装成战斗武器。也因为这样的创新思维呢，让她一路从模型界红到了游戏界。所以你喜欢重装武力的美少女吗？那可不能错过武装神机哦。Konami 公司于日前发表了《武装神机战斗大师 MK2》将会在9月1日的发售消息。本作是去年7月在 PSP 发售的 3D 动作游戏《武装神机》的续篇，除了保留原本的内容之外，也收入了新故事的剧情。而玩家如果有前作的记录存档以及下载道具的话，也都可以继承到新作。《武装神机》原本为 Konami 公司所发售的可动式人物模型素体，巧妙地融合军武与美少女这两个要素，在发售约5年的时间，渐渐累积了广大的人气，而有了许许多多的媒体商品出现，在漫画、网络广播、小说、杂志以及游戏都可以看得到它的踪影哦。